是跨人跨语的台湾老婆新西亚，我是中文不标准的美国老公 Shane。Are you ready？ 有趣爆笑，新西亚安顺的异国婚姻劲爆开讲即将登场 ，Let's go！和 Shane 的异国婚姻情报开讲，我是新西亚，我是 Shane。 好啦，这个呢，今天的话题呢，要来访问一下 Shane 有没有跟从前的哪个女朋友在这个公众场所还有 sex 过。 No， 没有也可以啦，在外面，在外面啊，譬如说厕所啦，电影院啦，有公园啊，有小溪边，有真的，车上有 of course， 还有哪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？在山上，山上，对，垃圾桶旁边，讲一下吧。因为你知道吗，就是在文章就跟大家有分享过，就是有些人就喜欢就是寻求刺激，喜欢去别的地方 have sex， 可是就是不是那种很隐秘的地方，不是那种门关起来，就是要开放给大家看得到。哦，这个不会，听说会觉得还蛮刺激的，是不是？我就觉得年轻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地方去哦，对，然后你就在外面呐、啊，所以你在车上啊，或者是海边呐、啊。你在海边哦？有。那你们从哪一次印象最深刻？我想来问一下。嗯，特别好，譬如说特别好，或者特别的，嗯，就是 memory， 就是印象最深刻的。这一次在那个山上，然后再看 view， 哦，看星星，对，还是看夜景，对，所以正是在到外面，然后有可能如果人过来的话，他们有可能看得到。那在干嘛？就是已经有 have sex 起来了吗？对啊，就 have sex 啊。那在躺在草地上？不是，那是在哪里？就 standing up 啊。啊，好怪哦，怎么弄啊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就这样，我是男生，嗯、你是女生，嗯、你这样子。啊，你真的还假的？对啊，那 doggy style 啊， standing up doggy style 啊。可是这样的话，那裤子怎么办？就是把东西掏出来就好了，一定要脱光光哦？一定要把裤子脱下来吗？不用啊，就拉一下，就拉一下就好了。对啊，那旁边真的会有人走来走去哦？那个时候没有，我觉得是个不是很多人不会去个没有很多人去的地方哦，没有很多人去的地方，可是还是会有人去。可是那个晚上，我就是安安静静的，然后好像没有人。如果有人在坐过来的话，你应该会听到他们。所以你知道，而且我觉得很快啊，因为这很刺激。很快的意思是？我就是意思就是不是我们就是很，我就是哎来一下，赶快弄一弄，对，赶快弄一弄这样子、嗯。因为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有这个灵感啊，是因为你知道，像在台湾啊，有的时候我会在我的 FB 上面突然会发现，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在捷运上突然就 have sex 起来。在捷运有 sex 吗？就是或者是乱摸吧。哦、OK。或者是我有看听到在高雄有一个叫 DJ 啊，对对对对，是 blow job， 就是哦、嗯、哦，对对对，你讲我想到就是他是当然是没有被大家看到，可是他是用那个外套盖起来哦，然后就是在那样，然后听说那样的话是违法的耶。当然啦、啊、public sex、啊。可是你有没有看到？是违法的。可是没看到。可是还是违法的。对啊，因为听说你不能在公众场所让大家看到不雅的行为，否则就是会涉及公然猥亵罪、嗯、就是不能被大家看到就对了。是 making out OK 吧。Making out OK 吗？在公园应该可以 make out 吧。真的齁。我在美国当然可以啊，我在美国是可以的。可以 make 到什么样的状态呢？手指放到 vagina 里面可以吗？又不行哦。应该这个应该算是不行，这就不行了。可是 making 很正常，如果看人就旁边人看到，他们不会觉得怎么样，他们说哦、嗯、因为美国还是比较开放一点。可是真的在台湾，我也在士林的捷运旁边看到很多 high school kids、嗯、他们也是在 making out 啊，真的亲了起来就对了，对 making out、啊、不过还 OK 啦，我觉得。因为我会觉得说其实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，在一些不同于这个卧室或者是家里面的地方啊，草地上还是什么的，就是还蛮刺激，我觉得就是还蛮刺激的、嗯、不过我自己是没有真的 have sex 起来，就只有 make out 了不起就是只有 making out 而已，我觉得、嗯、对，好了，就这样子咯，下周见，拜拜。